好，因为我们有三种口味啊，所以我们想要先考考非常专业的润娥。现在先是拍照的基本款，好，展示一下乐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想让它买小辣的感觉，小辣会是什么感觉呢？比如说来个手指爱心之类的 ，OK， good job。好，小小的辣，谈恋爱就是很清纯的感觉，所以来个手指爱心。好，那我们换个动作，如果到了中辣，中辣会是什么感觉呢？哦 ，OK， 有点酷帅的 feel。好，这是中辣的热吻。好，那我们又到大辣呢？大辣可能就要更加的 sexy， 更加的妩媚哦，火力全开，热力全开的热吻。OK， 好，给个飞吻。好，请他照顾一下我们现场四面八方的摄影机，谢谢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视线的，可以呼唤他一下。对对，他自己都忘记，拍完就忘记了。好，确认一下。是的，现在在各大通路呢都可以看得到乐事辣系列，在上面呢有女神的限量的照片包装，欢迎大家抢购收藏，并且品尝辣口味辣系列的乐事。这是真人版的亚洲女神包装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的可以呼唤一下润娥，呼唤一下雨儿。好，差不多了吗？还有没有哪边需要视线？好，麻烦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可以吗？还有哪边需要？谢谢大家对雨儿的支持，对润娥的热爱，他也非常的爱白玩，这次也是很难得的接下来代言工作，因为对于乐事他也相当的喜爱。好，请他挥个手。好，谢谢。再回到中间麻烦，谢谢。还有哪边需要？